大家好，我是 Alan。这堂课程是串铃瑜伽。串铃瑜伽包含伸展，然后带点肌力，带点平衡。在练习过程当中，如果想要停下来休息、补充水分，随时可以。每个动作都有程度上的区别，给大家做选择。初学者选择第一阶段就可以了。第一阶段会觉得蛮伸展的，第二阶段、第三阶段会比较需要肌耐力，选择适合自己方式就可以了。可以练，可以尽力，不要勉强。好，我们来到散盘，右脚在内，左脚在外，散盘坐姿，膝盖靠近地板，很辛苦，小腿交叉，交叉盘腿。好，双手来到大腿上，背部打直，肩膀放松，轻轻闭上双眼，把呼吸慢慢加深。慢慢张开双眼，将你双手一上一下，十根手指打开，小指、拇指碰在一起，掌心朝向自己，一手放在胸口，一手放在肚子。放在肚子那只手以肚脐为中心，小指找拇指。我们先练习呼吸，待会上面这手拇指跟下面这手小指尽量不动，深吸一口气，肚子往外扩张，把下面那只手推开，接着胸口，胸口往上提升。胸口往上，肚子自然内收，吐气，胸口下沉，感觉小指慢慢往下，接着肚子内收，小指拇指碰在一起，吸气，肚子启动，小指拇指渐渐分离，接着胸口，小指拇指越分越开，吐气，胸口下沉，接着肚子内收，小指拇指碰在一起，吸气，肚子启动，接着胸口，手掌不动，身体动，吐气，胸口下沉，接着肚子内收，闭上双眼，三次呼吸，吸气，肚子启动，腹式吸气，接着胸口，胸式吸气，吐气，胸口下沉，胸式吐气，接着肚子内收，腹式吐气，利用腹式呼吸搭配胸式呼吸，慢慢加深拉长，一呼一吸，再完全呼吸，慢慢张开双眼，将你双手放回膝盖上，吸气，双手高举与肩膀同宽，吐气，前弯四足跪姿，双手压在垫子前端，跪起来，四足跪姿，肩膀在手腕正上方，臀部在膝盖正上方，脚手垫起来，掌心撑开贴满地板。好，如果在荧幕前面的话，尽量垫子摆直的。好，一起练习。好，四组跪姿，吸气，肩膀往上，看向天花板，抬头翘臀，吐气，低头拱背，肚子内收，脖子放松，看向肚脐，吸气，抬头翘臀，肩胛骨内夹，保持内夹，推直手肘，吐气，低头拱背，肚子内收，尾骨内卷进来，吸气，抬头翘臀，吐气，低头拱背，吸气，回到四足跪姿，吐气，臀部往后上方推送，膝盖弯曲，脚底板立起来，肚子靠近大腿，三个呼吸，脚趾头用力垫直地板，脚底板垂直地板，双手推地，肚子靠近大腿，伸展脚趾头，脚底板，脖子放松，看向两腿之间，膝盖尽量弯曲，
双手推地板，肚子就会靠近大腿。好，慢慢打直右边膝盖，右脚脚跟尝试踩地板。右脚脚掌立起来，左脚踩，伸展小腿后侧。左脚立起来，右脚踩，肚子靠近大腿。右脚立起来，左脚踩，肚子靠近大腿，背部就会打直，保持直背。打直右边膝盖，两个脚跟都去踩地板，双脚可以往前或者往中间微调，下拳脚掌的外缘与臀同宽，双手的内缘与肩膀同宽。好，三个呼吸，深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双手推地板，胸口下沉，很辛苦，膝盖在弯曲，肩胛骨微微内夹，肩胛骨内夹，手肘会微弯，保护手肘。胸口下沉，伸展两边的腋窝。再一个呼吸，吸气，抬头，双脚往前慢慢走，走到双手的后侧。双手双脚与臀同宽，好，打直两个膝盖，接着双手食指中指大拇指三个指头圈住两个大脚趾，食指中指在下，大拇指在上，很辛苦，抓小腿后侧，吸气挺胸背打直，吐气前弯肚子找大腿，很辛苦，下巴微抬，保持直背，看向前方地板，双手可以抓着大脚趾往上拉，肚子持续靠近大腿，伸展大腿后侧。第一阶段同学跟我这样做就可以。再一个呼吸，吸气挺胸背打直，看向前方地板，吐气松开手指，双手回到腰胯，吸气把打直的背慢慢带起来，下巴内收，看向地板，把呼吸调匀。好，抬起头看向教室前方。好，走回来垫子前端，基本三式，双脚并拢，双手来到身体两侧，吸气双手高举，向上合掌，看向拇指，吐气前弯，双手贴在脚掌两侧，肚子找大腿，找不到，膝盖弯曲，吸气十指点地，半前弯，看向前方地板，吐气手掌贴地平台，双脚往后退，身体一条直线，肩膀在手腕正上方，身体臀部膝盖一条直线，深吸一口气，吐气鳄鱼，身体地板平行，很辛苦，膝盖归地板，吸气上拳，身体往前，用背部力量使胸口上提，上拳是后弯，肚子内缩，推直手肘，下巴微抬，脚跟要往内哦，吐气下拳，臀部往后上方推送，双手双脚都可以再微调，下拳双手跟双脚距离适当就可以。好，三个呼吸，深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双手推地，胸口下沉，很辛苦，膝盖在弯曲，下拳十根手指头要撑开，双手推地板，胸口往脚趾头的方向去伸展两边的腋窝，肩胛骨在内夹，扩张胸口。再一个呼吸，吸气抬头，双脚往前慢慢走，走到双手的后侧，双手双脚与臀同宽。好，打直两个膝盖，接着双手手掌心朝向天花板，指尖朝向自己，
双手从脚趾头的前端塞进脚底板里头，尽量塞满一点，塞不进去压大脚趾，这样就可以。好，吸气，胸背打直，看向前方地板，吐气，肚子找大腿，很辛苦，下巴微抬，保持直背，膝盖打直，背部也打直，肚子持续靠近大腿，伸展大腿后侧。肩膀收向臀部方向，脖子放松，头顶自然下垂。再一个呼吸，吸气，挺胸背打直，看向前方地板，吐气，双手抽出来，回到腰胯，吸气，把打直的背慢慢带起来，下巴内收，看向地板。好，抬起头看向教室前方。好，走回来垫子前端，基本山式，双脚并拢，双手来到身体两侧，吸气，坐椅式，臀部往下坐，双手高举，向上合掌，看向拇指，膝盖往内，避免超过脚趾尖。好，吐气，前弯，双手压在脚掌两侧，打直膝盖，肚子贴大腿，吸气，十字点地，半前弯，看向前方地板，吐气，手掌贴地，平抬，双脚往后退，身体一条直线。深吸一口气，吐气，鳄鱼，身体地板平行，吸气，向前，脚背贴，用背部力量使胸口上提，后弯，肚子内缩，推直手肘，下巴微抬，吐气，下拳，臀部往后上方，双手双脚都可以再微调。好，左脚脚跟往内转45度角，靠近右脚脚踝，抬头，右脚往前弓箭步。好，左脚要踩满地板哦。吸气，战士一，上半身带起来，双手高举，向上合掌，右肩膀往后，左肩膀往前，胸口转正，右膝盖90度，胸口挺起来，看向拇指，三个呼吸，右肩膀往后，左肩膀往前，胸口转正，右膝盖90度，胸口挺起来，伸展左大腿内侧。再一个呼吸，深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前弯，双手压在右脚两侧，左脚立起来，吸气，平抬，右脚往后，吐气，鳄鱼，身体地板平行，吸气，向前，脚背贴，用背部力量使胸口上提，后弯，肚子内缩，推直手肘，下巴微抬，吐气，下拳，臀部往后上方，双手双脚都可以再微调，右脚脚跟往内转45度角，靠近左脚脚踝。抱歉，左脚脚跟往内转45度角，靠近右脚脚踝。抬头，好，抱歉，回到下拳。好，左脚脚跟往内转45度角，靠近右脚脚踝。抬头。右脚往前弓箭步，吸气，战士一，上半身带起来，双手高举，向上合掌，右肩膀往后，左肩膀往前，胸口转正，右膝盖90度，胸口挺起来，看向拇指，三个呼吸。再一个呼吸，深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前弯，双手压在右脚两侧，左脚立起来，吸气，平抬，右脚往后，吐气，鳄鱼，身体地板平行，吸气，上前，脚背贴，用背部力量使胸口上提，推直手肘，下巴微抬，吐气，下拳，臀部往后上方，双手双脚都可以再微调。好，右脚脚跟往内转45度角，靠近左脚脚踝，抬
抬头，左脚往前弓箭步，吸气，战士一，上半身站起来，双手高举向上合掌，左肩膀往后，右肩膀往前，左膝盖90度，胸口翻上天花板。深吸口气，吐气前弯，双手压在左脚两侧，右脚立起来，吸气平抬，左脚往后，好，膝盖跪地板，四足跪姿。深吸口气，臀部不动，吐气，胸贴地的猫，胸口找地板，找不到胸口可以往前，大手臂往内夹，夹胸口，好，整个身体往前，脚背贴地，肚子贴地，待会手肘弯曲，吸气眼镜蛇，用背部力量使胸口上提，手肘要内夹，脚跟往内，脚跟往内才会伸展大腿前侧，好，脚趾点地下拳，双手双脚都可以再微调，好，做一次，左脚脚跟往内转45度角，靠近右脚脚踝，抬头，右脚往前，吸气战士一，上半身带起来，双手高举向上合掌，右肩膀往后，左肩膀往前，右膝盖90度，胸口翻向天花板。深吸口气，吐气前弯，双手压在右脚两侧，左脚立起来，吸气平抬，右脚往后，好，膝盖跪地板，四足跪姿。深吸口气，臀部不动，吐气胸贴地的猫，吸气眼镜蛇，用背部力量使胸口上提，肚子内缩，胸口持续往上，下巴微抬，脚趾点地下拳，臀部往后上方，双手双脚都可以再微调，下拳，三个呼吸，深吸口气，吐气，双手推地，胸口下沉，这一次额头尝试找地板，很辛苦，膝盖弯曲，额头也尝试找地板，肩胛骨在内夹，额头会离地板更近，膝盖打不直没有关系，重点伸展两边的腋窝。吸气抬头，双脚往前慢慢走，走到双手的后侧，双手双脚与臀同宽，好，膝盖弯曲多一点，肚子贴着大腿，双手环抱小腿后侧，保持肚子贴大腿，不要放，慢慢打直一点点膝盖，很辛苦，下巴微抬，看向前方地板，这不轻松，把头埋进小腿中间，肚子贴大腿，吐气的时候膝盖再打直多一点点，第一阶段同学跟着我这样做就可以。再一个呼吸，吸气挺胸背打直，看向前方地板，吐气松开双手回到腰卡，吸气把打直的背慢慢带起来，下巴内收看向地板，好，抬起头看向教室前方，好，走开的垫子前端，双脚与臀同宽，吸气臀部往下坐，双手高举与肩膀同宽，好，平衡哦，眼神专注，稳定之后，抬起脚跟，踮起脚尖，两个膝盖往中间靠在一起，同时膝盖收进来，三个呼吸，待会有几个平衡，眼神要保持稳定。再一个呼吸，深吸口气，吐气前弯，双手压在脚掌两侧，脚跟踩地板，打直膝盖，吸气实力点地半前弯，吐气
呼吸抱歉，吐气，右脚往后弓箭步，好，右脚大步一点，跨到前面膝盖90度角，右膝盖找地板。好，不需要同学，右膝盖可以垫后一点。好，上半身再一起来，左膝盖轻轻往前，左膝盖往前，骨盆下沉。好，双手绕到背后，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互抓手肘，觉得轻松，合掌，指尖朝下。想要进一步，反合掌。好，深吸一口气，推直右边膝盖，离开地板。吐气，右膝盖往下，离地1公分，尽量不要完全放掉。好，吸气，推直右边膝盖。吐气，弯曲膝盖，离地1公分。吸气，推直。好，停在这边。左膝盖往前，肩胛骨内夹。再一个呼吸。好，右膝盖慢慢跪回地板。好，松开双手，回到左脚内侧，垫子前端，左脚内侧，左膝盖打开，大脚趾踩住地板。深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手肘弯曲，身体地板平行。好，吸气，把上半身推起来，吐气，手肘弯曲，类似鳄鱼。吸气，上半身推起来，吐气，弯曲。好，停在这边，觉得轻松，打直右边膝盖，离开地板。好，不管哪个版本，额头甚至下巴都尝试着地板，很辛苦，右膝盖跪地板，舒缓了之后再尝试离开。第一阶段同学跟着我这样做就可以。再一个呼吸。好，右膝盖跪回地板，双手把上半身撑起来。好，左手回到左脚外侧。吸气平台，左脚往后，身体一条直线。吐气鳄鱼，身体地板平行。吸气上拳，脚背贴，用背部力量把胸口立起来，肚子内缩，推直手肘，下巴微抬。吐气下拳，臀部往后上方，双手双脚都可以再微调。吸气抬头，右脚往前，弓箭步，踩在右手的内侧。好，踩不到，右手抓一下。尽量踩到定位，还踩不到，脚趾慢慢抓，那踩在右手的内侧哦。好，左膝盖着地板，一样，左膝盖可以垫厚一点。好，上半身再一起来，右膝盖轻轻往前。好，双手绕到背后，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，互抓手肘，或者合掌，或者反合掌。吸气推直左边膝盖，离开地板。吐气，弯曲膝盖，膝盖离地1公分。吸气，推直。吐气。吸气，推直。好，停在这边。右膝盖往前，胸口挺起来，左膝盖尽量推直。很辛苦，左膝盖跪回地板，舒缓了之后再尝试离开。肩胛骨微微内夹。再一个呼吸。好，左膝盖跪回地板，松开双手，回到右脚内侧。好，右膝盖打开，大脚趾压住地板，才会伸展大腿内侧。深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手肘弯曲，身体地板平行。吸气，上半身推起来，吐气，鳄鱼。吸气，撑起来，吐气，吸气，
吐气。好，停在这边，这样就可以觉得轻松，左膝盖打直，甚至额头、下巴找地板。第一站同学，左膝盖跪地板，保持直背，看向前方地板，这样就可以。再一个呼吸，好，左膝盖跪回地板，双手把上半身撑起来，好，右手回到右脚外侧，吸气平台，右脚往后，身体一条直线，好，膝盖跪地板，四足跪姿。串联瑜伽比较没有休息，如果自己觉得累，随时都可以停下来休息。好，深吸一口气，臀部不动，吐气，胸贴地的猫。吸气，整个身体往前，脚背贴地，肚子贴地，待会手肘弯曲哦。吸气，眼镜蛇，用背部力量使胸口上提，脚跟不能往外打开哦，脚跟往内伸展，大腿前侧，好，脚趾点地，下拳，双手双脚都可以再微调，下拳，掌心撑开，准备练习三只脚的狗。吸气，抬起右脚往后上方延伸。三只脚的狗，吐气，右膝盖往前拉向鼻尖，左脚踮起来，背部放圆，吸气，三只脚的狗，吐气，右膝盖往前拉向鼻尖，吸气，三只脚的狗。呼吸，右脚往前踩在右手的外侧，好，左脚脚跟踩地板，上半身带起来，好，右手扶在右大腿外侧，左手指向天花板，深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前弯，把小手臂卡在大腿外侧，卡不到，右手可以把大腿往里推，手臂比较好卡。第一阶段，想要进一步卡深一点，大手臂卡住。大手臂卡住，再考虑双手合十，甚至左手往下找地板，右手指向天花板。好，所有同学慢慢来，平衡稳定之后，看向你的右边，看向天花板，双手合十，同学掌心互推，再一个呼吸，所有同学回到双手合十，吸气，把上半身带起来，好，左脚踮起来，解开双手，左膝盖跪回地板，好，双手回到右脚内侧，吸气平台，右脚往后，身体一条直线，吐气鳄鱼。吸气，上拳，脚背贴，用背部力量使胸口上提，肚子内缩，推直手肘。吐气，下拳。好，双手双脚都可以再微调，准备练习三只脚的狗。吸气，抬起左脚往后上方延伸。吐气，左膝盖拉向鼻尖。吸气。三只脚的狗，吐气，左膝盖拉向鼻尖，吸气，三只脚的狗，吐气，左脚往前踩在左手的外侧，一样，右手抓没有关系。好，右脚脚跟踩地板。上半身带起来，身体垂直地板，好，左手放大腿外侧，右手指向天花板，深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前弯，把小手臂卡大腿。第一阶段觉得轻松，左手把大腿往内推比较好卡，大手臂卡住，
大手臂卡住之后，再考虑双手合十，甚至左手把大腿推多一点，让右手卡深一点，右手往下碰碰到地板也没关系，左手再指向天花板。所有同学稳定之后，看向左边，看向天花板，或者找一个点专注。再一个呼吸，好，所有同学回到双手合十，吸气把上半身带起来，右脚踮起来，膝盖归回地板。好，透气，双手回到左脚两侧，吸气平抬，左脚往后，身体一条直线。透气，四足背姿，膝盖归地板。深吸一口气，透气，胸贴地的猫。吸气，眼镜蛇，用背部力量使胸口上提，脚跟要往内哦，脚趾点地，下拳，好，双脚稍微踩一踩，好，停在这边休息三个呼吸，很辛苦，膝盖归回地板，可以做婴儿式休息。再一个呼吸，好，所有同学回到下拳，吸气抬头，右脚往前踩在右手外侧，好，接着左脚往前踩在左手外侧，打直两个膝盖，吸气原背把上半身卷起来，向阿弥陀看向地板。好，抬起头看向教室前方。好，脚趾不动，脚跟打开，双脚平行，待会前弯，脚跟再打开，双脚内八会比较稳。好，吸气，双手高举与肩膀同宽，吐气前弯，双手压在垫子前端。好，两个脚跟打开，双脚内八，接着双手三根指头圈住两个大脚趾，食指中指在下，大拇指在上。好，看我一下，大拇指压住地板，比较稳，比较不会往前翻。好，深吸一口气，吐气前弯，肚子带着身体往两腿中间走，觉得轻松，头顶轻轻点地，很辛苦，下巴微抬，看向前方地板，保持直背。所有同学，双手抓着大脚趾往上拉，前弯慢慢加深。第一站同学，保持直背。看向前方地板，还是很辛苦，抓小腿后侧。再一个呼吸，吸气挺胸背打直，看向前方地板，吐气松开手指，双手回到腰胯，吸气把打直的背慢慢带起来，下巴内收，看向地板。好，抬起头看向教室前方。好，双脚中间并回来，双脚与垫子同宽。好，休息一下，各位休息一下，看我一下，待会双手高举前弯，双手压在地板，很辛苦，膝盖微弯。好，待会膝盖都微弯，接着右手穿进右大腿下方，尽量肩胛骨触碰膝盖的内侧。好，尽量碰到哦。待会右手掌心转向天花板，小手臂收进来放背部，放不到背部放臀部。好，接着左手绕过背后放背后，或者左手转十指交握，或者右手抓左手，右手没有转哦。好，抓不到一样可以练习哦，放背后。好，接着重心放右脚，左脚内一步两步，第一阶段左脚踮起来，这样就可以。好，小进步同学眼神专注，左脚离开地板。好，觉得轻松，
啊，抱歉抱歉，我弄错了。好，重心放右脚，好，重心放左脚，右脚内一步两步。好，第一阶段脚趾踮起来就可以。好，觉得轻松，右脚再慢慢拉起来。第二，想要进步同学再慢慢打直右边膝盖。好，回来的时候左膝盖弯曲，右脚再踩回地板，解开双手回到垫子前端做 Vinyasa。 好，我们一起练习。好，双脚与垫子同宽，吸气双手高举与肩膀同宽，吐气前弯，双手压在垫子前端。好，两个膝盖微弯，右手穿进右大腿下方，肩胛骨碰膝盖，右手掌心转向天花板，小手臂收进来放背部，放不到背部放臀部。好，接着左手绕过背后放背后，或者左手转十字交握，或者右手抓左手，抓不到放背后就可以。好，重心来到左脚，右脚内一步两步，第一阶段脚趾踮起来，这样就可以。想要进一步眼神专注，右脚再拉起来。第二，好，够稳之后右脚再往前往天花板慢慢推直。好，三个呼吸，很辛苦，两个膝盖都可以弯曲。再一个呼吸。好，右膝盖回弯，接着右脚慢慢慢慢点回地板。好，所有同学解开双手回到垫子前端，吸气平抬双脚往后，身体一条直线，吐气鳄鱼，吸气上拳脚背贴，用背部力量使胸口上提，推直手肘，下巴微抬，吐气下拳，双手双脚都可以再微调，吸气抬头，左脚往前踩在左手外侧，右脚往前踩在右手外侧，吸气把上半身卷起来，下半面收看上地板。好，抬起头看向教室前方，脚趾不动，脚跟打开，双脚平行，吸气双手高举与肩膀同宽，吐气前弯，双手压在地板。好，两个脚跟打开，双脚内八，深吸口气，吐气，双手带着身体往两腿中间走，觉得轻松，头顶轻轻点地，很辛苦，下巴微抬，保持直背，看向前方地板，双手推地板，前弯会慢慢加深，膝盖打直，背部也打直，慢慢加深前弯，肩膀永远收向臀部。再一个呼吸，吸气挺胸背打直，看向前方地板，吐气双手回到腰卡，吸气把打直的背带起来，下巴面收看向地板。好，抬起头看向教室前方。好，双脚中间并回来，双脚与垫子同宽，吸气双手高举与肩膀同宽，吐气前弯，双手压在地板。好，两个膝盖微弯，接着左手穿进膝盖下方，肩胛骨碰膝盖，掌心转向天花板，小手臂收进来放背部，右手绕过背后放背后，或者右手转，或者左手抓右手，抓到放背部一样可以练习哦。好，右脚踮起来，一步两步，第一阶段这样就可以。好，小心同学，面对大家比较好示范。好，右脚踮起来，抱歉抱歉，左脚踮起来。好，重心放右脚。好，觉得轻松，左脚往内一步两步，第一阶段想要进一步，左脚拉起来，两个膝盖都可以弯曲，够稳之后
左脚再往天花板慢慢推直，天堂鸟，两个膝盖都可以弯哦。重点眼神要保持稳定。再一个呼吸，好，膝盖微弯，慢慢慢慢点回地板，眼神稳定。好，解开双手，回到垫子前端 ，Vinyasa， 吸气平抬，双脚往后，身体一条直线，吐气鳄鱼，吸气上拳，脚背贴，用背部力量使胸口上提，推直手中，下巴微抬。吐气下拳，好，双手双脚都可以再微调，准备练习三只脚的狗。吸气，右脚往后上方延伸，右臀要往下，骨盆转正。吸气，右脚往前，弓箭步，踩在右手内侧。好，左膝盖着地板，左膝盖一样可以垫厚一点。上半身带起来，右手扶在膝盖，弯曲左边膝盖，小腿立起来，左手绕过背后抓脚背。这个动作如果觉得辛苦，胸口可以面对左边，右膝盖往后退，左手抓小腿，或者用毛巾捆小腿，抓起来，胸口再慢慢回正。好，这是智慧手印，大拇指式的接触，待会一起练习，深吸口气。吐气，脚跟拉进臀部，碰不到没关系。右手智慧手印，右手指向天花板。好，抬头是平衡哦。稳定之后，抬头45度角，稳定就60度角。最后看向右手指尖，看不到手指，找一个点专注就可以。右肩膀往后，左肩膀往前，胸口要转正，平衡。培养稳定性。待会收下巴一样，一个点一个点收回来。好，稳定之后，下巴内收45度角、60度角，把头回正。好，右手回到腰卡，松开左手，脚趾踮回地板。双手回到右脚两侧，好，维尼亚萨，吸气平抬，右脚往后，身体一条直线，吐气鳄鱼，吸气上拳，脚背贴，用背部力量使胸口上提，推直手肘，下巴微抬，吐气下拳，好，准备练习三只脚的狗，吸气左脚往后上方延伸。吐气，左脚往前，弓箭步。好，右膝盖找地板，右膝盖可以垫厚一点。好，上半身带起来，左膝盖轻轻往前。好，弯曲右边膝盖，小腿立起来，右手绕过背后抓脚背，一样，左膝盖往后退，胸口面对右边，用毛巾捆或者直接抓。抓起来之后，眼神要稳定哦，胸口再转正。深吸一口气，吐气，脚跟拉进臀部，碰不到没关系。左手智慧手印，左手指向天花板。好，稳定之后，抬头45度角、60度角，最后看向左手指尖。所有同学，稳定之后，左肩膀往后，右肩膀往前，胸口要转正哦。再一个呼吸，好，下巴内收45度角、60度角，把头回正。好，左手回到腰卡，松开右手，脚趾踮回地板。好，双手回到左脚两侧，打直左膝盖，吸气平抬，左脚往后，身体一条直线，吐气鳄鱼。吸气上拳，脚背贴，用背部力量使胸口上提，
推直手肘，下巴微抬，脚跟要往内哦。好，脚趾点地，下拳。接着抬头，双脚往前走成小腿交叉。好，双手往后，慢慢坐下来，双脚往前伸直，并在一起，脚趾要往内勾。吸气，双手高举与肩膀同宽，透气前弯，双手抓脚掌两侧，很辛苦抓小腿。深吸一口气，透气，肚子找大腿，没有找到大腿之前，背部打直，看着大脚趾。找到大腿同学，双手越过脚掌，右手抓左手收弯，好，甚至把头埋进小腿中间，膝盖打直，背部也打直，肚子靠近大腿。再一个呼吸，吸气挺胸背打直，看着大脚趾，吐气双手回到小腿两侧，吸气把打直的背带起来。好，弯曲右边膝盖，脚掌踩在左大腿内侧，脚跟靠近骨盆。好，胸口面对右边，左手放左大腿内侧，手背贴地板，右手指向天花板。深吸一口气，吐气，身体往左腿侧弯，左手去找脚掌内侧第一只蛋。想要进一步，右手绕过头顶找脚趾头第二。好，觉得轻松，双手越过脚掌，左手抓右手手腕第三。所有同学把头塞进去右大手臂的内侧，看向天花板。抓不到脚趾没关系，要看得到天花板。从大手臂的前方看向天花板。再一个呼吸，吸气把上半身带起来，吐气右手回到地板。好，胸口转正。好，右脚前伸直贴回地板。好，练习传式，双手来到臀部后侧，身体往后倾斜45度角，弯曲两个膝盖，脚掌踩地板，双脚与臀同宽。好，一脚一脚离开地板，双脚靠在一起，小腿平行地板。好，接着一手一手往前扶小腿。好，保持背部倾斜45度角，肩膀往后往下，背部打直，第一只蛋这样就可以。觉得轻松，打直两个膝盖。第二，想进一步，眼神专注，双手离开小腿往前伸直，很辛苦，扶回小腿，舒缓了之后再尝试离开。好，待会要做变化式哦。接着弯曲两个膝盖，膝盖左右张开，脚跟靠近臀部，双手在膝盖中间，准备要蹲起来哦。好，身体往前冲，蹲起来。好，很辛苦，双手推下地板没关系。好，回到船式，臀部坐地板，双脚往前伸直，膝盖可以弯哦。好，弯曲两个膝盖，膝盖左右张开，身体往前冲，蹲起来，双手推一下没关系。好，船式坐地板。好，这一组很辛苦，扶小腿。好，弯曲两个膝盖，膝盖左右张开，身体往前。好，臀部坐回地板，双脚往前伸直。好，弯曲左边膝盖，脚掌踩在右大腿内侧，脚跟靠近臀部。好，胸口转向教室左边，右手放右大腿内侧，
左手指向天花板，深吸口气，吐气，身体往右腿侧弯，右手沿着大腿内侧去找脚掌内侧第一支站。想要进一步，左手绕过头顶找脚趾头第二，甚至双手越过脚掌，左手抓右手手腕。所有同学把头塞进去左大手臂的内侧，看向天花板，一样抓不到脚趾没有关系，要看得到天花板。还是很辛苦，右膝盖微弯。再一个呼吸，吸气把上半身带起来，吐气左手回到地板，好，胸口转正，好，左脚往前伸直贴回地板，好，双手回到臀部后侧，身体往后倾斜45度角，弯曲两个膝盖，脚掌踩地板，好，双手手指转向教室后方，手肘往后弯曲，无法弯曲，有可能双手离臀部太近了，可以往后点点，比较好弯。待会只能往后，不能打直哦。好，重心来到双脚，臀部往前走一步，双脚跟着往前走，走到极限，两步、三步、四步都没关系。不能为了往前走，手肘打直哦，手肘都要往后。好，待会保持手肘往后，慢慢来。深吸口气，胸口往前挺出去。胸口往前挺，手肘也不能打直哦，胸口持续往前，好，极限处停留，下巴微抬，看向天花板。三个呼吸，去伸展肩膀连到前面的胸口，再一个呼吸，把头回正，重心来到双脚，臀部往后退一步、两步、三步，胯打直膝盖，再把上半身带起来，把双脚前伸直，把肩膀伸整整。好，看空拳，这实拳，这空拳，好，空拳拍打。这个手肘撑地，慢慢躺下来，弯曲两个膝盖，脚掌踩地板，尽量把头部留在垫子里头，好，双手拉开一条直线，双脚往天花板伸直，右脚跨过左大腿，大腿重叠，好，想要进步同学左膝盖微弯，老鹰的脚把右脚塞进左小腿后侧，好，三步进去没关系，所有同学左脚踩地板。接着左手去找右大腿外侧，深吸口气，吐气，下半身往左边倒，膝盖尝试找地板，稳定之后看向教室右边，好，右肩膀也尝试往下，好，调整三个呼吸，好，如果你的上方有灯光的话，可以尽量把灯关调暗或者是关掉。再一个呼吸，吸气，把身体慢慢回正，吐气，解开双脚，脚掌踩回地板，
双手打开一条直线，双脚再次往天花板伸直，左脚跨过右大腿，大腿重叠，好，这边轻松可以跨深一点，右膝盖微弯，老鹰的脚把左脚塞进右小腿后侧，好，所以同学右脚踩地板，接着右手找左大腿外侧，深吸一口气，吐气，下半身往右边倒，膝盖尝试找地板，稳定之后看向右边，抱歉，稳定之后看向左边，接着左肩膀也往下尝试找地板，如果觉得轻松可以选择腹式呼吸，吸气肚子往外推，吐气肚子往内，再一个呼吸，吸气把身体回正，吐气折到双脚，双脚往前伸直贴回地板，好，双脚左右打开与垫子同宽，双手左右张开，手臂留在垫子里头，轻轻闭上双眼，调整三个，抱歉，轻轻闭上双眼，来到大休息。好，尽量把家中的灯光调暗，保持专注在呼吸上，慢慢放松额头，放松眼睛周遭肌肉，把脸部表情放松放柔，放松脖子、肩膀，放松大手臂、手肘、小手臂，保持手腕、手掌、手指头一节节松开，放松胸口、肚子，放松大腿、膝盖、小腿，感觉脚踝、脚掌、脚趾头慢慢放松，感觉整个背部完全松沉，感觉整个人、整个身体完全埋到地板里头，整个人、整个身体完全睡着了，身体睡着了，保持微的清醒在呼吸上，身体睡着了，把专注力放在呼吸上，保持清醒在呼吸上，加深呼吸，拉长呼吸，慢慢再把专注力放在呼吸上，让呼吸带着身体一点一点醒过来，稍微动动手指、手腕、脚趾、脚踝，在原地稍微伸展一下，
右手往头顶方向伸直，贴回地板。弯曲左边膝盖向右边侧躺，让左手放在胸口前方地板。把呼吸调整之后，手掌撑着地板，慢慢坐起来。起来之后回到散盘，这一次左脚在内，右脚在外。好，双手，四个手放在一起，大拇指碰在一起，四个交叠，大拇指轻触，放在靠近肚子。轻轻闭上双眼，再次调整呼吸。深吸一口气，肚子往外扩张，碰到小指头。接着胸口，胸口往上提升，胸口往上，肚子自然内收。吐气，胸口下沉。接着肚子，肚子远离小指头，收向脊椎方向。再一个完全呼吸。保持双眼闭上，双手合十于胸前。我们在唱诵一声嗡之后，结束今天练习。深吸一口气，肚子扩张，胸口扩张。嗡。那么张着双眼。Namaste， 下降。